因为你们最厉害的是哪个字呢 ？Sam。Sam 是 Samuel 的简写，西方一个很普遍的名字。如果你去查韦伯士大字典 （Webb's Dictionary）， Samuel 第一个解释，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？The name of God， 上帝的名字。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犹太的教授 ，Arizona 这个 University of Arizona 告诉我们的。他十多年前在耶鲁大学当心理学这个心理中心主任。犹太人每天晚上一样祷告。他有跟上帝祷告呢，他就说 God, I don't like your name， 我不喜欢 God 这个名字。Do you have another name？ 你有另外一个名字吗？然后他就祷告 ，waiting for answer。过了一下来，突然听了个声音叫 Sam。怎么会听到个 Sam？ 他从小到大也没有觉得 Sam 有什么特殊性啊？那会不会是朋友、兄弟、同事、这个同学？哎，有没有叫 Samuel 的？他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听到个 Sam？ 是不是幻听？他学心理学的。他不甘心，就去查韦伯斯大字典，就一查以后，看到希伯来文第一个解释的 name of God， 豁然而通，上帝回答了他的祷告，所以他就深受感动，他决定他把他的一部分时间呢，要来研究这个领域。但是耶鲁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学校，他就跑到了 University of Arizona 创立他自己的王国，所以我们去拜访他才知道有这个字，所以我们一试果然厉害，常常是一片亮光。春江水，春江月，春里芳，春中山，春里江山，我相随。万里街，万里声，万里树，万里烟，万里风霜，我上了家。一句一情，浓子的传说，如今浓烟再起。江山，千里江山，我相随。万里街，万里城，万里树，万里烟，万里风霜，我上了家。千古以前，浪子的传说，如今浪烟再起。千古以前，浪子的传说。情对着你的五公里，啊，烦烦烦烦，几一世人心肝愈苍苍，找无酒来啊。烟起啦，卖阁听你大声对我讲话，啊，乱乱乱，如饮的心到不醉的味。这位，我们是，因为我们算比较年轻的，那你是不是可以对，就是我们这年轻族群，哎，你有什么想要对年轻族群说的话吗？下一代台湾年轻朋友会非常辛苦，是，整个台湾的经济已经开始弱，越来越弱，是，所以我们这一代五六十岁的人必须好好做实事，是，真的把产业弄起来，把经济弄起来，否则我们对不起二三十岁年轻人，也希望年轻的朋友多多培养自己的实力，迎接下一场的挑战，未来的挑战只会越来越辛苦，要做好心理准备。
发挥台湾人的聪明，运用灵活的政策，选出优质的政治人物，带领着台湾，我们一起来打拼，好吧？啊，谢谢主委，谢谢主委，谢谢。一定能成功。啊。啊、嗯，来，拿上。哎，这个，还这个，这个。哦。嘿嘿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此时我们看到舞台之上摆放了这么多的乐器，大家可能有一种惊讶、紧张。接下来士兵会有怎样的？哎呀，不紧张。为我们呈现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不紧张不紧张。破浪王李国富为我们带来一首《公民》，掌声有请。加油！哎哎。
走在这刺骨凛冽的大风中，你会听到那赞美未来的呼喊，也是真诚的琵琶敲醒了的手臂，更还相信未来会给那一双梦想的翅膀，虽然挫折的创伤已让我寸步难行，更还坚信光明住在远方，更还坚信光明住在远方。昨天今天过去不再回来，红颜落下颜色变苍白，从前直到现在爱还在，远去的你漂泊白云外，情人离去永远不再回来，无言无语叹息还不在，虽然花会零落但会重开，荒芜隔世的爱在白云外，痛爱永远被爱，在世上命运不能更改，放开不能再相爱，难道这是上天的爱？情人离去永远不再回来，无言无语叹息还不在，虽然花会零落但会重开，荒芜隔世的爱在白云外，上天。
上天的安排，难道这是上天的安排？这是上天的安排。大陆疯传，他们被这个老先生给吓坏了。这个居然就是传说的詹一蝶，竟然任何人一靠近他身上，马上就被翻开。而这个是他是真的真功夫，而这个人竟然后来来了台湾，厉害到什么东西？他叫做花蝴蝶，花蝴蝶，因为他太灵活，他的你根本不能沾他的身，还有他的这个摔跤，你看他詹一蝶一。我的学生也要求我来开班，那么开班的全部是 American Boy Chinese， 都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小朋友，大部分学过一点中文，小部分一两个没有学过中文，像 Kevin 啊，他没有学过中文。那么这个爸爸妈妈很有兴趣，但小孩都没兴趣啊。问说要来参加什么 camp， 手指试试，大部分不想来。一个妈妈呢，就是 Kevin 妈妈很厉害，她晓得她儿子喜欢怎么样，喜欢 Star Wars 啊，正在演这个第三集啊，前传第三集。她说这是一个什么 Jedi camp。这是绝地武士营，而聆听以后怎么样？马上从负面态度转成正面的态度啊！本来不想，哦，就这个所有行为变得很规矩，就让妈妈带他来啊。有他真的对一看啊，变成个小军人，一直到现在。啊，其实小朋友开始之前，我们要先打坐，让他静下来。然后呢，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给每个人一个双层的暗袋，这是处理胶卷用的，软片用的，完全不脱光的。那么通常呢，是一个助教面对三个小朋友，那个小朋友都很认真，有的闭眼，有的张眼，他们脑里面呢会出现各式各样不同的幻觉，他们都要说出来，红色的啊，红色67变成绿色75变成黑色38，他都在讲，讲了以后我们用码表就把它记录下来，直到他最后确定了啊，红色的45，红色45确定了，那么我们就叫他这个手拿出来，在一个纸上呢用红笔写一个45，然后把这双层的拉链打开呢，把样品拿出来，啊，我们就这样持续不断的做这个实验。那么这是一位小朋友在2001年啊，在第三天不到六小时的时候错了功能，那么绿色27对了，花了6分钟啊，黑色84呢错了，那看成48，这两个是对的，但是颠倒啊，绿色50对了，黑色74啊看对字了，但颜色错了，然后给他一个国字呢，他只一开始只看到上面啊，再继续做下去呢，他就全看到了。
一对呢就差不多就开始。那么总共呢15个小朋友参与了四天，当然来来往往很多了，15个参与了四天，有9个出了工了，60%。第一天就5个，连我自己都吓到了。当然这个数理 sample 数还太少，如果到了100个呢还是60%，它就显示了巨大的意义。现在不敢写给你的纸上，如果是在这的，是一个活，给你先活土，这中间就成为画上一道。如果是北，就是这一个水 ，OK， 这不水吗？你画上一个 ，OK， 好，哎对，一共24，幺不算，幺个20。24够，它滚到哪算哪。比方说这是金，画上一个金，嗯，给你写好 ，OK， 名字，对，一个是高一点，高一点，不算腰线不算，也不算，木就黄木画一个。孩子的出现是用手可能太低了限定的你就行，你怎么限定呢？希望这个宇宙中这些信息越来越大，把这个信息放到宇宙去，对，你就行。大宇宙，这个是他对这个字我不懂的是什么熟悉，你写的不到形式的不能的，了又1888年，1988年失了又1880年12月15日，失了又1988，但是你把它写下来，哎，谁又不是在把笔写下来，第一个字没有纸笔写下来，写下来做这1988，12月15是吧？确定了，写写12月15，1988啊。后面两个是熟悉，一个好像是个南方的，但是你写的是很清楚，好像是。这个草写草书了，你一定记得一点信宇宙，再另外一个，来来来，念一下，哎 ，OK， 你 open， 谢谢。反正接近这个就行，我觉得也有人写字写的好，对吧？写的，我写的很多，发抖，哇，也成这样一块儿。哦，这是我，这很像男子，这个什么字呢？这个像男子，那个日期的对不对？1988/12/15。哦，真的。男与笑，对。好，我跟你走。
你呀、啊，如果你一生最红最红的事一定在哪里？是算他的，算对，就是那个就介绍他的号，就起的是号，其实是。哎，你真的不记得还是你？我不记得，记得，我记得，我知道。你一生红，不管干什么事，最红的是在哪？在哪边？南边，如果你南边，要不回国，别的地方都不行。就是一个，第二个，你活到90岁，这个现在是都90岁。你怎么看？90岁？那不管怎么，我就知道。OK， 你能活到90岁啊？我一啊，不错了。我是看不惯活90岁。当时你在70多岁，在有一个什么一个。这个病是在西方，一定注意西方。注意西方。大概现在72岁。72岁。伤我阴阳，责不还我。